咁啊，講下林書豪先。林書豪咧，咁啊正式咧加入呢個嘅火箭隊啦。咁點解咧？因為紐約人啊開唔到咧呢個$25,000,000嘅合約嘅條件啦。咁啊確定咧，林書豪就以3年$25,100,000嘅美金，咁啊身價咧正式轉投呢個火箭隊嘅。林書豪咧亦都喺佢嘅社交網站 Facebook 表示啊，對加盟啊火箭隊感到咧興奮同埋光榮嘅。咁啊亦都感謝紐約人同埋紐約球迷嘅支持啊嚇。咁啊較早之前就是紐約人，如果能夠開出，當然他就要留在紐約人，但在限期之前兩個小時宣布就他不會開出跟火箭一樣的條件的合約，而留住林書豪，所以林書豪正式轉投火箭。